喂，同学们晚上好，是不是很奇怪啊？今天因为老师的 QQ 有点问题啊，进腾讯课堂的时候进不去啊，所以直接借了这个卓子老师的这个 QQ。 首先能不能听到老师的声音？能够听到老师声音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。其他同学呢？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时间还早了一点啊，当然现在是九点啊，刚才进去的时候有点小问题啊，没看到那个，因为他的 QQ 多啊，他的人气高啊，没办法是吧？今天腾讯这个课堂有点问题啊。腾讯课堂有点问题，所以没关系啊，只要能够上课的话都没关系啊。不是没开课啊，是腾讯课堂可能有点其他什么故障还是怎么回事啊。没关系，只要我们能够正常上课，不管是谁的 QQ 啊都没关系啊。因为上节课的话，上节课因为在这里的同学啊，上节课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啊。听了上节课我讲连轴器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，因为我有几个问题要纠正一下啊。他钱太多了。上节课有没有同学没有上这个上了这个连轴器的那个 VIP 课的？我在这里说一下啊，因为上次的话，上次那节课的话，有个地方这个表格有点问题啊，我把它这个仔细检查一下，我把那个错误的删掉了，然后重新把它上传了啊。如果你们需要这个 PPT 的话，重新到那个原来的位置啊，去下载就可以了。这个确实那天可能也是迷迷糊糊的，老师有点把这个表格搞错了，错的我把错的已经删掉了，错的我已经删掉了，已经重新上传了。所以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同学们发现的话，及时告诉老师啊，让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有什么问题，然后一起纠正啊。这样你们在后面的工作当中，如果要用这些表格的话，就不会有问题啊。下载是吧？这个原先的这个老同学啊，应该知道啊，在什么位置？这个链接的话啊，等一下我发一个链接给你吧。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。我发一个链接啊，网盘。这个啊，这个 PPT 啊，就这个位置啊。因为上次呢，这个连轴器的话，上次连轴器我们还有点没讲完。当然了，后面的话不是特别重要了，特别重要。就是说的这个，我们就好像就只有这个此次连轴器没说完了，此次连轴器没说完。
这里呢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，稍微简单介绍一下，因为我们的课的话毕竟是连着上的 VIP 课，不同于公开课啊。像这个尺寸连着器，同学们有没有用过？用过的给老师打个一。有没有用过的？没用过，都没用过吗？其他同学呢？其他同学有没有用过？因为像这个连着器的话，都没用过，这就有点奇怪了啊。其实这个的话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？有没有见过这个矿山机械？这个矿用提升脚车？要么我上网在这里直接现场搜一下好不好？认为需要老师搜一下这个图片的，给老师打个一，我就直接搜一下啊，免得你们到时候见到了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啊。好，搜一下啊，搜一下，所以不用着急啊，很多东西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搞清楚啊。矿用脚车，矿用提升机啊。哎呀，矿子的我忘记打了 DYT 矿用提升机，结构看哪个看得清楚一点。哇，怎么这么慢呢？今天这个网络也不给力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打这个。哇，不会吧？刚才网络还可以，这个网络还真的有点……以前的都有视频啊，以前的都有视频，没关系啊。就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，当然这个看的可能还不是很明显啊，我找一个明显的地方。我看一下啊，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放不大了，放大了人家看不清了。就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像这个矿用脚车的话，矿用提升机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就会用到这个。这个位置看到没有？这个位置，哦不对，哎呀，这个看不清，这个、看不清。等一下，这个还是看不清楚。我看这个看，所以别急啊，至少你们要认识这个东西。当然，这个东西呢，如果设计出来还是有点复杂，你别看着啊，要查很多的参数，虽然只是一个齿轮。不是为了保护电机啊，它主要是一个连轴器啊，连轴器的肯定不是保护电机，是不是？它不像那种，等一下，我看看不看得清啊？我看得清，这个看不看得清啊？哎，也看不清啊，这就麻烦了，哈哈。我再看一下，连轴器的话，这边正面的话应该看得清一点啊。双筒提升机，因为它这个比……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啊。哇靠！我放大一下啊，看不看得清。先别急。哇，好模糊啊！正好挡住了这个位置。
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个有点看不清啊。你就算把这个，我看放大一看看一下啊。哇，这好模糊啊，这看不到了。它主要是连接这个主轴啊，跟这个减速器之间啊。主轴跟减速器之间。啊，这里的连接器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普通的连接器啊。所以这几种连接器呢，它主要是靠这个，靠这个齿。你们知不知道齿轮？齿轮以前有没有上过？有没有讲过齿轮的课？听过齿轮的啊？听过齿轮传动的这个同学应该就知道啊。其实它跟这个齿轮的传动很相似的啊，只是它是一个连接器，它也是靠一个，这里是个外齿圈，这里面啊，它还有一个齿啊，这个外面还有一个齿，它分一个内齿圈跟外齿圈啊。啊，就是这个位置啊，我看这个是不是啊？这个是不是这个？这个没有啊，它没有用这个，它是用的这个，柱下连接器啊，可能还是。看上去还不是柱下连接器了，它这个用的是这个凸圆连接器啊。这个不对啊，不是这个图片。啊，这个是不是的啊？哎呀，操！哈哈。这个啊，就像这个啊。这个有点像，但是看不清楚啊。这个应该是的，就这种啊。只是看上去的话，不清楚啊。其实它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看到没有？它里面是齿轮的啊。一般呢，它这个齿的话，从这边看过去啊，从这里啊，这里的齿，它上面啊。上面不是平的，现在我们用的一般都是这个鼓形的啊，它上面是个圆弧的，像鼓一样的。为什么要用这种呢？这里就说到了啊，说到了，它这个鼓形词呢？鼓形齿的这个角向补偿大于这个直齿连接器，而且它这个受力的话，比这个直齿啊，比直齿要强啊，承载能力比这个直齿要强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矿产机械里面，如果是当然它这个轴太小的话，一般不会用这个，不会用这个轴的话，我们那个时候厂里面规定啊，当然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是不是啊，它这个轴径大于100的。我们才会用啊，用这个。没看懂吗？那行，我再点一下上面啊。我打开一个我画的这个零件图啊，稍等一下啊。等一下打开这个图，你们就很能够清楚的看到啊。公开。就相当于这样啊。当然这里的这个连接器是我们普通的这个柱下连接器，它的连接方式啊跟这个是一样的啊，只是它的传递运动的方式不一样啊。这边是接的我们这个减速器啊，减速器这边的话它用连轴器接着我们的电机啊，接着我们的电机，这个就是电机啊。然后这里呢是一个齿圈啊，就跟这里啊，就是这个齿圈啊，齿圈这一头跟这个主轴啊，跟这个减速器的这个主轴连在一起，然后这一头的话，它就跟我们的这个设备的主轴连在一起，然后通过这个平键连接啊，当然大于100的这个轴径的话，我们通常不会用这种平键啊，
不会用这个平键，而是用我们的这个切向键啊，切向键连接，然后传递它这个扭矩啊，然后它上面呢，它这里啊，这个齿跟这个外、跟这个齿配合啊，这个上面有齿啊，一个内齿一个外齿啊配合，因为它这里是固定在一起的，所以呢它旋转的时候，因为这个螺丝是连在一起的话，齿轮啊，就是像齿轮传动一样的啊，这个能不能听明白？齿轮传动应该见得很多啊，它这个是固定的，看到没有？它因为这个齿跟齿粘合的话，然后这个又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它靠这个齿的这个齿的传动，传动这个扭矩啊，这个能不能明白？能够明白的同学打个一。这个很好理解啊，很好理解。当然如我不知道以前上过这个前面的课啊，我不知道以前的老师有没有讲，娱乐老师有没有讲过这个齿轮传动啊，齿轮传动有没有讲过？以前上过这个课的，对啊，现在螺栓的话主要承受这个剪力啊，当然这个最少最少都是 8.8 级的螺栓，讲过一点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好，这个呢只是三种我们常用的不同的形式啊，像这个受力很大的话我们就会用到这个，受力很大的话，因为它这个的话前面这种就是跟这个电极配套的场合，就是说用的比较小啊，比较小。当然这里它标准的话最大轴孔只有200毫米啊，像这里的话有将近1米的这个轴孔啊，所以你们在选的时候怎么说呢，它有一个补偿的作用啊，有一个补偿的作用，不是完全就是说起轴线定位啊，你如果知道这个内外齿轮的这个传动啊，内齿轮跟外齿轮，或者是怎么讲呢，如果你了解这个了解什么，让我想一想啊，两个外齿轮的这个啮合，两个外齿轮相对啮合，就是这边一个齿轮啊，然后这边一个齿轮，假设啊，这明不明白？我这样画出来应该明白啊。怎么说呢，跟这个滑键的话还是不一样啊，跟这滑键不一样。所以这个连着器在旋的时候，如果就是像这种矿山机械的话是用的最多的啊，它有一定的补偿能力，当然我们选的通常是那种鼓形齿啊，鼓形齿。鼓形齿的话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，它这个齿面不是像我们直齿圆柱齿轮一样的啊，是只是一个直面，它是一个这样的鼓形的啊，一个圆弧形的，所以它这个受力非常好啊，受力非常好。现在那个直齿的话，下面这个直齿面的话基本上慢慢的可能会淘汰啊。它这里不是有间隙的吗，这个齿轮传的是有间隙的，它的补偿量不是很大，这个能不能理解？就像有一点点啊，有一点点允许，有一点点角变形啊，这个没错啊。就像我上节课讲的那个滚子连轴器啊，滚子链连轴器一样的，它也可以允许有一点点补偿啊，但是这因为都是金属的这个元件，所以呢它的补偿量不是很大，不是很大。没有啊，外齿轮怎么说呢，其实这个很好加工的啊，因为你看到它里面这个边很那个的，很不是很远啊。以前我们厂里面做这个矿产机械的时候，我刚出来的时候啊，直接像这个外齿轮的话直接滚齿啊，很快的。
所以你们如果懂这个加工工艺的话，你就觉得其实这个齿轮的话，尤其现在这个外齿轮加工是非常方便的，非常方便的。所以在这里像这个连接器的话，如果你们需要加工的话，到时候做工艺的话还有很多工艺啊，还有很多工艺。你比如像我们以前这个里面的这个电槽的话，都是插床插出来的。这个受力的话非常大，你看到没有，受力非常大。但具体万向节的话，你也看这个多大的万向节了。万向节的话当然万向节它有万向节的优势，这个的话有这个的优势啊。像万向节的话，它不是有个一个专门的这个倾角嘛，像这个啊，这个万向节它这样不是有个角度嘛，像这个的话它的角度不可能大于这个啊，不可能比万向节大，所以万向节运用的场合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，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你像这种矿产机械的话，你不可能去用万向节啊，万向节的话是肯定不实用的。所以在不同的场合选用不同的这个连轴器啊，所以每个行业，就是因为现在行业多，所以它每个行业的话，它基本上会使用到这个特定的这个连轴器啊，特定的连轴器。所以有些东西的话，如果像这个选型的话，你们有时候的话，可能也是要根据这个行业来选的。这点能不能明白？都不能明白吗？当然，我说明白打一，不打一的话，我想应该这个内子也可以滚啊，内子要滚的话也一样可以滚啊。那么这个加工我看一下啊，加工工艺以前有没有讲过？加工工艺对这个齿轮的加工工艺。有没有同学知道？又扯，等一下又扯到加工工艺去了。本来今天应该是讲这个的，讲这个丝杆螺母传动啊。因为我们这节课一讲完的话，慢慢的就会讲到这个整机设计了，整机设计。当然在这里我想先了解一下这个在这里的话，有没有是新报名的同学？就是上课上的很少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，不然到时候我们直接讲那个整机设计的话，那到时候会有点麻烦。不是吧，这么多，那这就麻烦了呢。天哪，我都不敢相信啊。你那这样来，那好像有基础的同学看样子也不是啊，因为这个课的话还有点麻烦。这样说的话，昨天上课不是从头开始啊，因为这个课的话，这一个班的话，我们上了很久了，所以新的同学的话，当然也没关系啊。大白，从大白开始什么意思啊？昨天是那个老师什么意思啊？是哪个老师？白云吗？白云老师吗？小，哈哈怎么说呢？如果是新开的班，我们就是从说的不好听一点啊，确实是小白啊，小白。因为怎么说呢？原先我跟白云老师分工就是，我这边先把这个基础的这东西啊，常见的这些结构啊，或者是零件啊，或者工艺啊。由我这边先讲，他那边呢，就是因为两个人如果同时讲的话就会重复，他那边的话怎么说吧，照顾每个人的话可能那也不太现实啊，不太现实。因为很多东西的话呢
怎么说呢，等下我讲的太快的话我怕为什么叫我的路子比较正啊，我觉得你们这说话好像有点是有点拍马屁的嫌疑啊什么叫路子正，我还没理解呢啊只不过呢确实啊，我的工作年限确实比白云老师要长很多啊，工作时间确实比他要长很多，所以说很多东西的话我不讲的话啊行，我讲的不好哎，行了，我们就是按照基础的啊，按照基础的这个我们正式讲课了啊，正式讲课了，刚才只是把上一次的啊我们总结归纳了一下啊，我们没讲到的，当然如果你们啊哪位同学如果发现老师也讲错的地方啊，希望你们能够及时能够指正啊，让所有同学都知道哪里是对哪里是错啊，你不要藏着掖着啊，让你一个人知道其他同学都不知道啊。行，我们就今天讲这个斯感螺母啊，斯感螺母同学们有没有接触过这个，应该我觉得啊应该都很知道，应该都比较知道啊，应该都比较知道，这个知不知道啊，上传了，因为我今天就是说花时间重新改了一下，我觉得有错误，所以呢我就把它重新改了，如果你们发现错误的时候记得也要提醒老师一下，因为老师有时候说着说着可能有时候分神了啊，说没注意了就说错了啊，所以希望你们知道同学啊一定要提醒老师啊，老师不是万能的啊，老师有时候精力也有限啊，所以希望同学们也能够理解啊，照顾一下老师啊这不是谦虚啊所以呢一般上过的这个内容的话，我一般都会就说再检查一遍的啊，检查一遍，有时候也稀里糊涂的好，这个的话没关系啊，等一下我直接就是说延迟一下时间啊，好，这个斯感螺母的传动还有个滚珠斯感螺母传动啊，这几个传动呢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，尤其这个工厂里面用的非常多，这里呢我一步一步的慢慢介绍啊，这个有图片的话很容易理解啊，像这个斯感螺母传动呢，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升降小的升降设备，这个有没有见过，然后呢像这个丝杠啊这些东西，我相信你们在这个尤其像这个数控器床上面因为用的很多啊，闸门哪个闸门上用这个，我觉得很奇怪啊，为什么是闸门呢，我还没理解啊，像小的这个升降设备的话其实用的也挺多的啊，如果是受力不是很大，只是不需要这个精度的话，我们直接就是有时候在上面加一个什么东西啊，直接把它可以上升啊，直接用手摇的啊，这不是阀门啊，不是阀门，我以为你说的这个闸，电动推杆的话基本上跟这个原理差不多，只是它下面有个电机而已啊，这里的就是手摇的，所以这个的话结构比较简单，就是一个盒子里面就是一个回珠啊，这个的话其实怎么说，主要是说喜欢用，这里的话只是介绍一下这些功能的话作用的话你们自己看就行了，这个字都认识吧，这个不用我多说啊，反正你们要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，什么样的情况。像这个斯感螺母的结构呢，通常会有这么几种啊。
一个是整体螺母，一个是组合螺母，一个是对开螺母，对不对？这个呢我就不念啊，我就不念，念的话呢就没什么意义了啊，没什么意义。所以这里的话一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，了解一下就可以了，你这知道有这回事。像这个螺杆的牙形啊，螺杆的牙形我们通常就分这么几种啊，矩形、梯形、锯齿形，还有一个左旋右旋，这个也肯定也知道了啊，有左就有右，一般都是这样的啊。螺母的材料，螺母的材料呢其实看用在什么地方啊，用在什么地方。像我们漱口里面啊，漱口里面用的这个锡青铜，用的锡青铜用的很多啊。对了，问了说到这里的话，同学们有没有接触过这个数控设备啊？数控设备的话，用这些精密的丝杆传动啊，丝杆传动，如果是多去了解一下，多看一下，你们就会发现很多这个数控设备里面都会用到，都会用到。后面呢也会有这种图片呢、啊，有这种图片，到时候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像这些机构的话，这个千斤顶的话，同学们肯定都听过啊，千斤顶跟这个压力机。压力机的话这个应该见的比较多吧，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个结构，千斤顶也是一样的。这个有没有不明白的？这个看这个结构就明白啊，看这个结构明白，有图片的话这个不是什么区别啊，就是一个螺母往下面压的，直接下面有个螺牙，然后直接往下面压，它跟这个地方往下面走啊，这个的话比较容易理解啊。然后它的特点就是说，你们在设计的时候如果了解了它的特点了之后，你们就知道怎么去选这个配件了、啊、怎么选这个合适的配件。像这个啊，四杆螺母传动啊，同学们看到这个位置没有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进给丝杠啊，这个车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说的车床啊，车床同学们有没有见过？这个很形象的啊，这个很形象的，一看就明白啊，这就是丝杠。然后它前后移动啊，前后移动，然后左右移动，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啊，往下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这虎钳应该都知道吧？虎钳，我相信虎钳应该没有同学不知道的啊。但是我问同学们的时候啊，你们就是说不用老是再说什么知道的打一啊什么的，我觉得难问的啊。你们知道的就直接打一就行了，对啊，虎钳里面它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一个丝杆螺母啊，它旋转的时候，它这个工作台前面这个虎口前口啊，现在直接前后移动啊，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东西。像这个微调螺旋的话，微调螺旋的话，其实也道理也差不多，它只是螺纹的话，它的这个螺距比较小，所以它调整的时候的话。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是螺距小啊，就是说进给的话，你可以一圈圈的进给的话是一样的啊。像这个微调螺旋呢，我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这个千分尺，外径千分尺有没有同学知道？外径千分尺、内径千分尺有没有同学知道？它那里面就是一个微调螺旋机构啊，所以你们在工作当中。如果经常去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去接触这些设备的时候，这些小东西，你就知道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。还有这个我们就讲到按摩擦的方式分的话，它有几种啊，有几种。滑动丝杆的话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
虎鞋上的这个，它就直接在这个螺母里面啊，直接滑动。它这个呢，有个自锁功能，这个我相信用过虎鞋的同学都知道啊，都知道。所以它的这个摩擦阻力大，摩擦阻力大，加工呢也简单啊，加工简单。这个我们就不多讲啊，不多讲，这个很容易理解的。像这个滚动丝杆的话，滚动丝杆啊，滚动丝杆它就不一样了，它没有它没有自锁功能，但是它的这个摩擦阻力很小。像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数控上面啊，一般传动的话都会用到这个滚珠丝杆啊，滚珠丝杆，而且它的这个精度比较高。如果你们仔细发现的话，基本上所有的数控上面都会用到这个滚珠丝杆啊，滚珠丝杆。哪个是怎么自锁的？它不是，这里不是有个，它有个前面一个脚，一个后面脚吗？不是，你知不知道那个涡轮涡杆的自锁？有没有同学知道？这个涡轮涡杆的那个自锁原理是差不多的啊，它也是一个角度接触那个面，你推的时候它就，当然了，它是有个角度问题啊，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丝杠螺母都有这个自锁功能啊，它也是有角度限制的。就像那个涡轮涡杆是一样的，涡轮涡杆它就是说这个角度啊，这个角度在哪个范围之内它会产生自锁，并不是所有的涡轮涡杆都会自锁啊，所以这点你们要了解清楚啊。所以在设计的时候，你们选这个涡轮涡杆的时候，这个设计角的时候啊，所以你们要最好是查一下资料啊，具体那个数字那老师就实在有点不太记得啊，因为像那东西的话，我们设计的话肯定也会是查资料的啊，因为那些数字的话，什么多少度多少分多少秒，那我是绝对不会去记的，那确实是很伤神的。好像这个呢，像后面的啊，后面的这个四杆螺母的相对运动情况，它又分为几种啊，又分为几种。你们如果是设计的时候经过这个它只能朝一个方向啊，自锁的话它因为是两个东西，它是有一个只能由一个东西带动另外一个东西，你如果知道那个涡轮涡杆的话，你就知道如果有自锁的话只能有这个涡杆带动涡轮啊，涡轮带不动这个涡杆，这里能不能明白，有没有听清楚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啊，原理是一样的。如果它没有自锁性的话，没有自锁功能的话，随便你怎么转啊都没关系，它只能朝一个方向啊。所以你们在设计的时候也会要考虑这个问题啊，也会要考虑这个问题。像这个螺母的这个运动结构啊，运动结构就是这么几种啊。如果你们在设计的时候，到时候可以这个简单的这个螺母结构啊，可以参考啊，参考这个结构都是很简单的啊，所以我们就快点讲。你看这个丝杆传动螺母移动，这个很好理解啊，这个是运动简图啊，原理图，这个能不能看懂？能够看懂的就自己自觉打个一就可以了啊。不是跟转向啊，我的意思是自锁的话，你如果朝一个方向的话转过去的话，它就不能反转了。你像我是说的涡轮涡杆啊，不是说跟转向有关啊，我没说跟转向有关，我不是说转向有关，就是说它只能有，你像涡轮涡杆的话，你如果是往右转的话，往右转的话啊，它如果有自锁功能的话，它只有一个零件带动另外一个零件，而另外一个零件它就不能带动另外一个零件啊。自锁的话就是说安全，也叫安全自锁啊，具有一个安全性。对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主动与从动不能互换，这句话说得很经典啊，没错啊，说得很经典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不知道其他同学能不能理解啊。
这几个字说得很清楚了啊，没错啊。好，这里的这几个结构呢，这里的几个结构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们当然这些的话在实际应用当中的话用的也比较多啊，用的比较多，并不是很复杂。单向轴承，单向轴承怎么制作？你问的是哪一种单向轴承？这个我还没明白呢啊，说不定老师也有很多东西没见过啊，这个很正常，所以需要你解释一下。呵呵，单向轴承，你说的是哪一种单向轴承？单向轴承我确实没见过啊，轴承呢我见过的很多，但是呢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，是吧？让所有的同学啊，让所有同学都来见识见识。所以在这个课堂上面啊，如果有同学就是说能够提出问题是最好的，所以同学们可以一起提高啊，老师也是同样一起可以学习，这个是没关系的。因为老师的话就算工作时间再长也有可能不知道的东西啊，这很正常啊，而且呢知道的多不知道的东西更多。那离合器是离合器啊，离合器跟轴承不是一回事啊，离合器是离合器，轴承是轴承啊。和深沟球差不多，但只能一个方向转。我还没想起来啊，我可能见过，可能见过，但是可能没留意啊。当时，因为轴承的种类的话，还真的有点多啊。没听过没关系，如果能够截个图过来是最好的，截个图过来是最好的。跟所有的同学啊一起分享啊，跟所有同学一起分享。好东西肯定不能独享，是不是？毕竟这么多同学，同班同学，同学一场，有用的是吧？可能我接触过的行业可能有点不是很多吧。虽然我工作这么多年，但是可能好多东西确实没接触过啊。好，这个螺杆的传动呢，哈哈，再说没有实物的话，估计靠别人想象，估计想象不出来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插动的话，插动这个可能会有点，可能同学们可能没见过啊，可能没见过。像这里的话，有没有同学见过的这个？我看一下啊，原来怪不得，哈哈哈哈，原来是叫超越离合器，原来我还真的没注意啊。当然这个叫法是不是这样叫的，超越离合器啊，我想问一下同学们，你们有没有拆过这个自行车里面这个离合器？有没有同学拆过？他那个就是超越离合器啊。有没有同学知道自行车有没有拆过？像老师以前读书的时候啊，很小，读高中的时候，他也是算是怎么说呢？自行车的也算是一种离合器啊，也算是离合器。摩托车的我就没拆过啊，摩托车的我没拆过，毕竟我不是修摩托车的。对啊，那个叫机轮啊，也叫离合器啊。但具体的这个结构的话，拆了我也不太记得啊。可能我记错了，也有可能啊。因为有时候这些东西的话没注意的话，确实很容易就忽略过去了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如果多注意一下的话，你就能够发现啊，很多东西都是生活中我们常见的东西啊，只是当时没有注意而已。好啊，我现在问到这个插动结构啊，插动结构
有没有同学知道的接触过的什么是插动结构，有没有见过？这个插动结构有没有同学明白的？我们也会用到，有的结构里面也会用到啊。如果都见过的话，都了解过的话，我可能就不怎么讲了。奇怪了，怎么说呢？这个插动为什么是插动呢？它两边呢、啊，两边的这个螺纹、这个螺距是不一样的啊，是不一样的。很多夹具上面啊，以前我就见过啊，夹具上面就会用到这个啊。它螺距两边是不一样的啊，而且它有的是转向不一样啊。一个也可以做成一个左的一个右的啊，这个能不能理解？等一下我会给同学们看一个这个，看一下这个公式啊，啊，就是这个啊，它的导程两个都不一样啊，这就也就是这个，对，正反压、啊、简单的理解叫正反压，也就是这个公式。这个公式的话，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的公式啊。这个要不要解释？这个需不需要解释？这个看文字，这个看文字的话，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。就是根据刚才那个图形啊，我们解释一下，看这里啊。你先看清楚啊，先看清楚哪个位置是什么东西啊，一导程一啊，导程二，然后这个 file 是它的旋转啊，旋转角啊，我们通常标准叫转动这个角度啊，转动的角度。当然具体怎么理解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式就知道啊，也就是它移动距离，也就是这个公式啊。这个派应该知道啊，派的话就是3.14啊，我们通常用的3.14。然后这个转动角的话，转动角啊，就是这个螺杆旋转的这个啊，怎么解释啊？旋转的这个度数，简单理解啊，我的理解就是旋转的这个度数啊。这个能不能理解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是这样有一个啊，我做一个标记啊。假如本来是这个地方是零度的话，然后我们要往这边旋转啊，旋转到这个零度的话，旋转啊，这边是180度啊，180度，旋转到这个位置，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旋转角啊，也就是我们的转角。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啊，这个很好理解。然后这个公式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看到没有？导程一减去导程二，也就是它的这个移动距离。所以计算的话，你们到时候设计的话，就根据这个公式就可以了啊。在老师看来的话，应该什么都不算。反正公式呢都差不多，都差不多。啊，这个没有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没有规定啊，没有规定必须比片子大、啊，这看你自己实际情况啊。这个没关系，这个大，看你的实际情况，没有规定啊，没有规定。四港螺母传递的基本条件啊。相遇又不是追击，这话好像很难理解啊，我也没听明白。相遇又不是追击，这个有点不理解啊，太深奥了，太深奥了。所以这些特点的话啊，特点
特点我们了解一下啊，了解一下。你有什么情况？我这个车你在哪里花三年？你花个几千块钱能够买到？这里老师就不念啊。随便你，什么时候问的？你哪怕是你在大学里面，哪个问题啊？好像过得很远了啊。我看还要讲什么啊？所以这些特点的话，你们自己到时候看这个 PPT 就可以了。我刚才是说用在家具啊，家具上面用的很多啊。我刚才不是说我见过的是用在家具上面的吗？快速家具。所以你们在设计家具可以考虑啊，我因为我见过的啊，我只见过一次啊，我只见过一次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，我就搞不清楚了啊。我见过的是在用在家具上面的，至于用在其他方面，那我确实不知道了，确实不知道。这个我也没有仔细去想过啊，只有当我们在用到实际当中，需要设计某种功能的时候，设计某种动作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考虑啊。一般平常。它不是有个快速嘛，快速移动嘛，我记得好像印象是这样的啊。如果你去想象一下这个怎么夹紧，怎么快速移动，你可能想一下你就明白了是什么原因了啊。好，这个螺纹的这个基本概念，这应该不用讲了吧。内螺纹外螺纹左旋右旋，这个很好理解啊，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。然后这个左旋右旋怎么去区分啊，怎么去区分？插动更慢，它不是有一个螺距大，有一个螺距小吗？你如果要快的话，你直接把那个进的方向，把那个螺距改大一点行了。这个左右怎么去区分？有没有同学知道？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。左右怎么区分？这个右手定则知不知道？有没有听过？右手定则，我们握住这个螺杆啊，手心握住这个螺杆，大拇指的方向就是我们这个螺杆的这个方向啊。这个左旋刚好相反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这个也对啊，也能够这样说，也能够这样说，不管你怎么掉头。它反正是往右伸的，这个螺旋桨往右伸的就一定是右旋，往左伸的就是左旋，这个很好理解啊。或者我们直接是用右手定则也很好理解，跟这个大拇指方向相反的就是左旋。然后螺纹的这个螺旋线的这个数目的话，我们很多的口语里面讲，口语里面叫单头、双头和多头啊，这里叫标准术语叫多线啊，单线，还有双线螺纹，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哈哈，肯定是竖着啊，横着你怎么看？我刚才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你手握在手心，握在手心你是怎么握？肯定是竖着啊，是不是？哈哈。搞混？不会吧，这个螺纹这个是最简单的，最简单的。你看啊，同学们看一下，这个单线的、双线的还有多线的，这个仔细观察一下，这很好理解啊，很好理解的。我直接数它的头数就行了啊。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我觉得应该不会搞混吧。这个螺纹的话，应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，非常简单的。当然，像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如果不去做别的用的话，只是了解一下，
就可以了。像这里的话啊，像这个螺纹的主要参数，螺纹的主要参数应该，我不说应该了啊。这个技术稍微薄弱一点的同学知不知道？这个上面都标出来了，上面都标出来了。你像这个，当然这个字母怎么读？至于这个字母怎么读，我估计同学们如果是接触过的，应该会知道啊。这个第一大进，第一小进，第二东进，然后这个罗句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家看到同学们看到没有？哈哈。这个确实啊，像涡轮涡管的话，他也会用到这个什么，不是左手就是右手的定则啊。这个到时候你自己，怎么说呢？稍微查一下这个资料就可以了，稍微查一下资料，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不是那么复杂的东西啊。像这个螺距的话，它就是我们所说的，主要是测量我们的这个中径啊，中径。像这个深角看到没有，深角跟这个导程有关系啊，跟这个导程还是有关系的。虽然你们这里面还是有不少的师傅级别啊，还是有不少师傅级别的同学啊。这个我们再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，所以不用去纠结这个东西啊。然后这个螺纹的牙形，什么样的螺纹牙形用到什么样的场合，这个也很好理解啊，很好理解。所以呢，我们主要是今天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啊。因为平常的话呢，你们不上课的话，你们自己我估计也不会去看这些东西，不会看这些内容。像这个普通螺纹呢，我们通常用的，因为这个牙形角的话都是60度啊，就是60度。像这个粗牙跟细牙螺纹，粗牙跟细牙螺纹，有没有同学搞不清楚的？怎么标注？假如你们在设计的时候，我这里说的这个粗牙跟这个细牙，有没有同学搞不清楚的？给老师拿个一。假如啊。M10 乘 1.5 啊，当然不是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多了啊。啊，我就带一点啊， M20 乘以2，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，你们这讨论都没在听课了，我感觉。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就是细牙螺纹啊，如果是粗牙螺纹的话，我们直接就是 M10 啊，粗牙螺纹的话，它就不会标注这个后面的螺距啊。如果标注了螺距的话，我们通常就认为是细牙螺纹啊，粗牙螺纹一般都不会标这个螺距的。这个能不能明白？啊，能够明白就好啊，能够明白就好。到时候你们在工程图上面啊，不要犯这种错误啊。你本来是要粗牙的，你也搞成细牙去了；本来是细牙的，你也搞成粗牙去了。然后管螺纹用在哪里呢？像这里也是啊。像我们一般的这个圆柱管螺纹的话，用到这个低压，尤其是像这个自来水管上面，我相信同学们都见得很多啊。像这个圆锥管螺纹的话，像这个，我不说别的东西，像我们生活当中用到的这个，这个圆锥管螺纹有没有同学见过？我就简单提示一下，像这个
煤气罐上面，煤气罐上面，同学知不知道？煤气罐上那个阀门那里啊，它连接那个气管的那里，它就是一个锥螺纹。我相信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啊，你们只要了解了，其实也没什么。好，这个矩形螺纹，还有这个梯形螺纹，还有像这些啊，对啊 ，RC、RP、RE， 所以这个的话，你直接去查这个手册就行了。像这些的话，并没有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，你只要用过、见过，都比较简单。如果你没见过、没用过，你光听讲的话是没，可能也记不住啊。像我们国标里面啊，什么 G 啊，什么二分之一啊，我们用的啊，这个你什么时候用粗，什么时候用细螺纹，这个讲起来就有点啊，怎么说呢？我怎么解释啊？我要想一想啊。粗料的话呢，相对来说。一般是连接到那种要求这个力比较大的啊，就是说出的受力大，然后就是比较平稳，但是它抗这个冲击的能力啊，抗这个冲击的能力没有细啊螺纹的好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多时候都走到这个误区啊，认为粗的抗震能力更强，其实不是啊。细压的螺纹，它抗受冲击的这个能力啊，比这个粗压的要强啊。而且粗压的话，所以我们以前呢、啊，刚开始的时候也会认为，很多时候尽量用粗压，实际上不是的。这个我是确确实实见过这种事的，就是在这个压铸机上面，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很大的螺丝啊。一个连杆，它原先是细压的，不是气缸啊，压铸机不是气缸啊，压铸机那个立式压铸机，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听过啊，压铸那个很多时候是压铸那个转子啊那些东西，它是连接那个钢的、啊，结果呢，好像那个螺纹是断掉了还是怎么回事，我都忘记了，哦，划牙了。牙滑掉了、啊、那个螺纹全部没有了，后来我们就直接改成这个细牙的，结果细牙的话比这个一个螺距，那看什么情况啊，粗牙一个螺距，你觉得如果是受力不是很大的话，当然你要考虑其他的情况啊，如果是它受冲击的话啊，对啊， M10 就是它的大径啊，实际上它的大径，但是实际上它的实际这个尺寸的话是没有啊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这些东西的话，主要是了解啊。我刚才说到哪了？我又忘记了，被一说。这个没关系啊，反正这个课件的话，像这个 PPT 的，等一下老师就上传上去啊。锥管有国标之分，有啊，音质的跟国标的不一样啊。双头螺纹，你们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了啊！双头螺纹是指到哪个地方？刚才那个吗？刚才不是说有几种螺纹吗？当然了。上这个理论课肯定是没有多少味道啊，肯定也很枯燥的，这个是很正常的啊。刚才不是有个图吗？导程螺距锥管啊，锥管螺纹一般是用在高压或者是密封要求比较高的地方啊。我刚才不是举了一个例子吗？你像这个液化气罐啊，液化气罐
他的要蜜蜂要求就比较高啊，因为那是有毒气体啊，你如果蜜蜂不好的话，你想想会出什么问题啊？你自己想就知道了啊。还有像很多这个大压力的地方，我们通常都会用到这个锥螺纹，它的强度的话，蜜蜂性都比这个圆柱的这个螺纹要好啊。蜜蜂管道也会用到，尤其是像这个大型的这个管道啊，蜜蜂管道、空气的管道啊，它不可能会用到这个圆柱的啊，都是用这个锥的。你们去仔细观察一下，你们就会知道啊。加工也没有啊，你如果是像有些它很多都是专门的这个，当然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？它有的是直接铸造出来之后啊，铸造这个毛胚之后直接车牙就行了，很快的啊，很快的啊。如果是有专门做这个的话，专门做这个的，它有专门的这个设备专机做的话，专门做这个做这个东西的话，很快的啊。专门设备专门做这个，比你直接去用车床车的话，肯定是要快多了。丝锥啊，锥形的螺纹，好像丝锥我好像没注意有过啊。我们一般的都是工的好像是直的啊。这个板牙好像也没注意过有这个锥的，我还真的没注意过了啊。这个我还真的没注意过。做过锥螺纹，它是车的还是直接用板牙套的吗？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用板牙套的话好像不对吧，那套过去那怎么确定它的大小？我觉得应该不是套的吧，我觉得好奇怪啊。像我们经常像这些螺纹的话，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拿到外面，好像一般都有买的啊。我们很少做这个像丝锥的锥螺纹的话，我们一般都是用这个标准的，都是用标准的这个买的这个国标的或者是英制的，直接买的，没有直接去做这个丝锥做这个锥螺纹的。车也好像也车的很少，车还是车过，但是很少去套啊，什么公司啊，这个我在工厂这么多年，我还真的没见过了。可能你们用的那个地方可能是有特殊要求，还是没有标准的买，是怎么回事？做变压器设备，套上去攻牙，切管套丝机，可能是老师没有接触过那个行业啊，没接触到那个行业。所以呢，有的东西的话，确实也没见过。板牙肯定知道啊，我们通常都是，通常都是供的这个普通的牙。但是圆锥的这个板牙丝锥，我还真的没用过。其他的我肯定用过，车上肯定能车啊。尤其是像我们以前用这个数控车床的时候，车这个螺纹小意思啊。小菜一碟啊。对啊，油呀，凡是有这个油啊、气啊，或者是这个密封要求高点的话，必须要用这个锥管啊，锥管螺纹，这个是肯定的啊，所以你们不要怀疑。好了，等一下呢，这个要讲完的话，我估计这个理论的话太多了啊，太多了。这一讲的话总共有我看一下，总共有100多页啊，100多页。如果是光这样讲的话，那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去，所以呢我等一下直接但是你们不觉得上这个理论课很没味道吗？
如果下次跟我再讲这个的话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啊？实力选型，当然，因为这个东西的话，你们确实啊，如果是基础的东西都不会的话，那确实到时候设计我讲点什么东西，你们可能都不明白啊。哈哈哈哈哈！还给老师没关系啊，你们继续学啊。对啊，这个丝钢为什么也这么多呢？就是因为丝钢在我们这个很多设备里面都用得到啊，不管你是普通的设备也好，还是这个精密设备也好，我们都会用到这个丝钢。现在有点印象了是吧？因为下节课的话，如果要讲的话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滚珠丝钢的选型方法，也就是我们这个实际上用的这个用的这些丝钢，尤其在这个加工中心上面啊，加工中心或者是数控设备上面，都会用到这个。都会用到这个滚珠丝钢啊，滚珠丝钢。你看，像这边伺服电机，这边也是装伺服电机的啊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线性滑块啊。哈哈，啊，能够捡起来，能够捡起来，很不错了啊，能够捡起来不错了。就是怕你捡不起来，那就麻烦了，到时候。后面的这个设计的话，你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什么名字啊，不知道叫什么，也可以啊。像这里的话，这个情况你看，像这一个东西啊，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控设备里面，它这个固定，你看它这个支撑座啊，有这么多种啊，它有横的、水平固定的，有垂直固定的，这个是装电机的这个座子，它后面呢直接是接这个伺服电机的，接伺服电机，这个能不能明白？能够明白的话，我们今天的课啊，不管多少啊，总落了一点回来了啊。好，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这里啊。下节课如果同学们觉得还有需要讲的话，我就继续讲这个丝钢传动这一块啊，包括后面的有，我看一下啊，后面的也蛮多了啊，怎么去选，怎么去计算这个公式的话，其实不是很复杂啊，公式不是很复杂，看上去很多，其实不难啊，不难。好，今天的课呢，我们就上到这里。下节课我们再继续啊。哇，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今天左左老师讲的挺好，不知道云天跑哪去了，我就是云天啊，我借了左左老师的，借了左左老师的 QQ 啊，你们不要把人都搞错了啊。昨天我能。只要我人家上传啊，我不是左左老师啊，我再重申一遍啊，不要把我当左左老师啊。好，我发一个这个链接给你们啊，发一个链接给你们。左左老师是女的，你不要搞错了。我发一个链接给你们啊，稍等一下啊。哦，等一下，现在不行了，我还没上传呢，等一下啊，就是这里啊，这个网盘里面知不知道？在网盘的位置，这个飞镖机械啊，是飞镖机械，这个里面啊，第二期里面啊。行了，我等一下上传，你们找一下吧。找不到的啊，可以，你们这么多同学啊，可以互相去问一下。
就是反正就是这个网盘里面，我先上传吧。